白头发卖主公。哎，我还没打呢。阿喵，你是足赶紧要放枪啊？我唔系安尼啦，我想奇怪。他带白啊，甲我偷抢伊。我早饭的时候放弃。好可怕。好可怕。好可怕，你这其他的这单。我一定要肯定要干的。没反都没事哎。对啊。好的。你知道我属什么的吗？属鸡。对啊，鸡会怎样你知道吗？对啊，那个。一鸣惊人。不提就不提，一提就吓死你。嗯，然后一年金的，再要奶奶修理个几只只。我惊让奶奶修理个，拢唔知哪去。不爱来啊！对啦，我刚想去去继续搞，不爱来啊。哎，哎，哇！你这哦，我一点也不意思嘞。我看到啊，你不要关起来。我那直接铁工厂，我差点要去开生意。大爷，我来。这里，这里，海皮。海皮。海皮呢？我是在那边。五万。顺畅一点好吗？可以打快一点吗？打七八万，够水，够水一点。要不哎呀，你这个不哎呀，你你等等看。嗯。顶这么多人顶。有啊。红灯，好的。红灯，刚刚起灯。真假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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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人家是明星的。是一个听众。没有，铁公鸡。过来过来。西瓜。先打牌呢。嗯。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有压迫症。什么叫压迫症啊？你的牌每次都挤在那边，你为什么不瞧一下？你这那样写到那么乱，你痛，你都不会觉得很痛苦吗？对呢。不要了，那就不用，等一下再弄就好了。吴崇伟。你不用特地用，等一下有开的时候再用就好。好好好。发财！是不是手机没放桌子上，然后都不会？哎，我小番茄。放那边会，钱会出得更快。嗯。有一家的。有一家我呀。又在下雨。这是什么心肝呐？有一家的，这种感觉哦。这是什么心肝呐？他的旺哦，从上个礼拜旺到现在。妈妈又不是属狗，我怎么会旺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病的吼，你放了。没啦。他在学狗叫啦。你讲叫你摕牌子来讲啦。啊，你也知道。
知道。那八万碰瓷。那八万碰瓷跟七万有什么关系？你那个八万碰瓷，七万才会出来。那个神仙逻辑，真的是厉害。什么叫神仙逻辑啊？难怪你会是今天的枪王。我妈不是吗？不是啊。你有很多呢。对吼。我还有自摸哎。对啊。对吼。他没有不笑。对。那你上次赢到那个？上次哪有赢？有一次啊，有一次你不是糊到那个哦，那个到哪里去？那个气势哦，那球有点气质的话。哎，你拿错。是。没关系啊，你那个奖到了。五万。糊了。阿伯。糊了。你拍一太高。我拍一个高。干嘛？没啦，那个声音，大哥。我怎么样？他丢了那包。好啊！我遇上他了。然后，阿贺在家。然后阿贺，阿贺，我把这阿贺啊，就是我还搞得起阿贺。你都没猜到呢。没有，我乱猜的啦。每个都跟人家不一样。这就是后路，加装但是。没事。没事啊，这样，哎呀，我在想说，我又猜第三只，对，又死在第三只手上，就冤枉了。快啦！你等下脚拢翘起来啦！啊，紧啊紧去，紧去去放枪的。我先给你哦。奶奶，你到没到？哎呀，烦呢！你这才叫烦。哎，叫好，慢个，你放慢个。阿妈，我好吃酒，酒巧克力。不行。吃酒。好。我说你放着吃酒。酒怎么吃？你们怎么不吃吧？你不要，我今天有吃过了，太甜了。我吃头汤来吃。等一下，你妈妈已经够慢了。他已经没有脑可以继续用了啦。你看，每把都可以这样。等一下真的放炮了，没有他的太多了，他不知道唱什么。每次节目都一样哦。真的去放炮。哇。他应该是同志看的。第一，这边要放钱哇！真的，你不能吃，你很无聊，你就不能吃，然后又要刚才害我又要吃。不是说害你又要放枪啊？来吧！哎，你没事拿个巧克力给你妈妈吃。我就跟你说，你又要放枪哎！哇！一四七，是啊。是哦，欸，我也听说，你看我听说有条的，我也听说七色啊。人家赌神高进吃巧克力，啊，是吃酒的巧克力，啊，你是吃酒的巧克力在放枪，所以，我那时候还没吃，所以你是赌神。流出。我那时候还没吃，就是咱们是赌神，你那是什么？你赌神啊！我你，什么东西？嗯？你要对啊？没啦，没有啊。哦。那咧跳伊无水准啊！可会当安尼人四公斤公斤那啥？那个饼干靴靴要贴好哦。九百，九百给你。红的给你吃。等一下，我看到地上有饼干屑，你们就擦。要接好哦，不然蚂蚁会来呢。等一下把鼠来包包搬走。鼠来包包就卖炖味哈。搬不走，往北上。回我们城市啊。一样重，结果小朋友那个女的看起来很轻，不是啊，扭到出去，哎对啊，是这样哦，没事啦，问姐姐去了，问姐姐哦，你家教教伊，迄头家迄种放枪放到拢空去啊，问姐姐，你一定去遐去啦，空的，啊空的，我原谅伊一下，空的，用安尼压袂了，用安尼压败了，啊。
我才姐姐一个嘛，你觉得应该来跟奶奶一样，听东东听边张啊，没事听被搞。哎，你为什么那三只放在那边？对哦，放。我忙不起，我忙不起啊。一万呢？一万。嗯。水果很烂啊。那不要说，要假装精彩的样子，让他吓死。新快乐，怎样啊？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好了，来了，痛了，痛啦，麦啦，痛啦，吼，阿娘喂啊，我你拢挂钩的，我爱耍啊，该痛敢痛。哎，倩华，帮我绑一个啊，唔通放床的。打。喂喂。嗯，我喜欢你，你要放什么？我没啦，加两只啦。我算。但是我不敢给他赌，已经两只了。我上次就是不敢赌，还让我摸到绝张赌风。要不然就可以赌一次啊。你快点啊，鼻孔妹。你啊，乌鼻卡呀，太高贵啊。手更不敢去。阿妈，我水壶在那里啊。对吗？我放在桌上啊，怕我忘记了。啊、给我杠，干嘛杠上去呢？杠上去吗？那我给我拍怪怪的。相公。我要一个月，十六区没过啊。哪里怪？我看一下。啊，别这样。你有几斤？我没换嘞，我换了五十斤嘞，两斤嘞。五十斤。哎呀。换你啦！没拿啦！没拿啦！啊不，这个八万不是拿的。不是，搞搞的，他都还没丢啊。嗯。各位观众。嗯。我要自摸了。嗯。你有奶奶刚翻到的时候，你来得在吃掉，而且你有看到吗？对啊，啊，我就想，我就很怕他要吃牌啊。那奶奶给他掉下去啊，只是我来不及看他是什么。我怎么没有看到掉下去？有啊，奶奶每次拿牌都会给他掉，就是没有，他不小心掉的啦。他已经掉两次了。啊，我就想说你如果吃牌，我就没有机会。你可以不要拉长音吗？